山芙蓉，山芙蓉呢又称为台湾山芙蓉。这个台湾山芙蓉呢，假如在生长在比较贫瘠的地方，它常呈灌木的形态。生长的比较好一点的话，会变成小乔木，有些甚至中乔木。它的花是单瓣，有五瓣，大部分早上开白色的花，到下午就变成带红色或粉红色。山芙蓉是台湾特有的原生种，跟这个复瓣的这个大这个木芙蓉呢不一样。这个就是台北植物园荷花池旁边的山芙蓉。它花开的蛮多的，比木芙蓉的花还多，但是它是比较小单瓣。但是台北植物园这个靠近种植这个竹类植物那一边，有两棵山芙蓉，一棵特别的高大，像中乔木那么大，那花朵也会比较大一点。品种还是有会有差异。每年都在秋冬之际呢开花，那时候这个东北季风吹的摇晃来晃去的，也是蛮好看的。那我们用生鲜纸，首先用淡墨白描的方式把这个花勾出来，在勾的时候稍微线条有一些转折，表现花瓣的这个锯齿状的边缘。那花的安排呢，当然要有疏密，这一朵就是被刚刚第一朵遮掉一些。山芙蓉的花都开在枝头上面，每一个枝的枝头的上方，所以我们花安排的位置也是在上方。现在呢是用藤黄加花青调成绿色，我们画这个花苞。它花苞呢呈三角状，不过上面有零线。首先先把这个花苞三角状先画出来，毛笔绿色笔尖再调花青，让颜色有个深浅。加花苞也是要有疏密，
画一幅画要先心中有画，就是你要事先要这个构想，还有构图上要先安心中有个安排，然后再下笔去画。现在呢，用比较深绿色调一点花青，加这个花苞上的这个Ming-Hsien。这台湾话讲有眉角啊，都是趁着未干的时候加上去，才不会呆板。那接着呢，再来就是要加那个它这个萼片，它也是很特别。这个萼片呢，在外围。那整个花的布局呢，我们总共画了五朵开的花，然后花苞就画的比较多一点，穿插在上方跟之间。再来花心的柱头的地方，我们用那个深绿色先染，因为到时候上面要加花蕊花粉块。接着要调白色的颜料，准备染花瓣。花瓣这个染上淡淡的白色，不能太过浓，但也太淡也不行，它会比较有质感。染的时候尽量不要染到线条的外面。在用笔上也是要有笔法，不要平涂，还是要有轻重笔法的安排。这个叫写出来，写字的写，就是染色也是要写。然后再稍微整理一下，
现在毛笔在沾淡淡的黄绿色染花瓣的凹凸，花在靠近花心的地方，颜色比较多一点。然后再稍微洗开来，这个都在白色颜料未干的时候处理。那这样的花瓣就有凹凸的层次的变化。这个单瓣的花它看起来比较清秀，比较雅致一点，秀气高雅。那木芙蓉呢，它是复瓣的花比较大，颜色各方面是比较艳丽，比较华丽一点，但是山芙蓉就是给人家很高雅的感觉。那最中心点的地方再用深的稍微再修饰一下，加强一下，因为中心点呢如果不够深，再来染那个花粉块的话，加花粉块的话，就比较容易凸显出来。如果太淡，反而效果不好。接着也是要趁着未干的时候，准备一支小笔，然后也是调白色颜料。白色颜料也是一样，用广告颜料代用就可以了。然后勾勒花瓣上的这个经脉，经脉一定要对着花的中心点，每一片花瓣上的经脉最终都集中在中心点，这些都是要趁着未干的时候勾，未干的时候勾，这个才会自然，不会僵硬。那这个画完之后，再来我们就要补叶子的。那补叶子的时候要准备这个比较大的笔，像晶体笔这一类的笔。首先调嫩绿色，
就是藤黄加花青的嫩绿色。那当然调的量要多一点，水分多，画起来才有湿嫩的感觉，嫩的感觉，才不会太干。因为嫩的叶子水分要多，枯的叶子可以水分少。有些被花瓣遮住，有些侧面。这个花青调重一点，有些在沾墨。这是比较老一点的叶子，嫩的叶子的话就黄绿色比较多。那叶子也是要分疏密，在加叶子的时候要注意花瓣，不要染到花瓣里面去了。现在加嫩的枝干跟花梗，它的花梗也是蛮长的。还有叶子的叶柄，再来调咖啡色的，我们准备画比较老的枝干，底下是比较老的枝干，带咖啡色。然后再来再修饰画面，哪个地方叶子不够啦，可以再补。现在就是修饰画面。再来要趁着叶子未干的时候加叶脉。叶子是五个角，所以叶脉是主脉都有五条，集中在叶柄跟叶子交接之处，也是在上方。
山芙蓉的花小，它叶子也比较小一点，那木芙蓉的叶子就比较大。接着呢，调黄色跟白色点这个柱头跟那个花纹花蕊的地方，这个就是完成之后，这叫台湾山芙蓉单瓣的。感觉觉得比较清雅一点。